欣欣，这是什么车呀？巴士车。那八十一号出发，来。那是一号吗？红色是一号。哎，出来了，这是红色一号。然后巴士三号出发。那个橙色。哎，黄色巴士。然后二号出发。嗯。这怎么出来一个葫芦娃呢？二号车哪儿去了，儿子？我不知道啊。你看，这是一号跟三号在这，这怎么出来一个葫芦娃呢？这三号车哪儿去了？二号车不知道啊。你是不是躲起来了？没有。那让他在这看着僵尸吧，你把僵尸关起来了。哎呀妈，这僵尸真关起来了。